我们刚才在酒店 check in 之后，然后这会儿开车出去先吃个晚饭。这个人今天的司机已经饿了，饿了。可是我还没有饿，但是算了吧，陪他一起吃。吃完之后，我们这会儿再去一趟黑沙滩。我们今天已经开到了冰岛的南部维克，现在呢，我们的左边是大西洋。我们的右边是雪山，真的太美了，这个景。我们又回到了这里。这看着就很香的感觉。嗯，看着我们点的羊肉汤，我来尝一下。哇，非常有大西北的感觉。是吗？有一点点。这块是吃饭的人。这块就是这个瀑布了。咱是不是再没点别的东西啊？就这。对，没有。啊，没有。好像是羊腿肉。好吃吗？嗯。去干嘛？探冰川，徒步，冰川徒步。对，这两天冰岛外面天气真的是太好了。大家都出发了，就剩我们一辆车了。就剩我们一辆车了。看那边。哦，真的哎！哦，那个就是我们的车哎！我突然反应过来。大家都走了。快走吧。我们在雨崩徒步的胡椒峡徒步的时候，也是以最后一个出发。结果事实证明，我们并没有错过什么。我们今天报了一个冰川徒步的项目，然后它的开始时间是下午2:30，然后我们这会儿11点 check out 了房间，准备在附近的小镇加一个油，然后我们就开过去，大概开2个小时就到了。冰岛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，天气特别特别好。然后就是属于阳光普照，感觉其实一出了太阳就没有那么冷了，但是好像刮风就会特别特别冷。我感觉其实还好，嗯，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冷。我想象中的是阿拉斯加那种感觉，怎么着，吹着都不行了。那咱阿拉斯加是11月底去的，咱这是6月份，那毕竟是冰岛呀。嗯。就是整个冰岛南部的维克镇，那我昨天有看说，整个镇子上面只有300个居民，顺着海岸线延绵到那里，然后就没有了。海岸线那边它就是黑沙滩。感觉，哎，其实是不是来买一两件他们当地的特产也挺好的。
挺好的。我是不是在为自己找借口？就是。I'm sorry， 我本赵四儿，我本意并非如此。你好好打，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。算了吧，有点像藏民。但是这个是贴身的，所以就没有必要说。就这一身都是 S 领，有点深。好看呐。好，拿上。哎，那还是黑的好一点。粉色像和芋头。好吧。比滑雪还臃肿，你热不热？热，我觉得你那头盔戴着贼像日本鬼子。战地记者。我已经走不动了。像一个逃兵犬，长这样子像不像一个逃兵犬？不像，像一个伐木工人。好像说是这冰川每年都在变小。对，其实我感觉全世界都是这样。Girl, I was blind to you. That's who was right in front.
看到已经有人在亚特兰大拼了一个点了。真的？嗯。你拼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吧？中国吧，在这儿。看，这是哦，有人来自兰州，有人来自西安，给他们俩中间拼一个。好，好玩的。这个兰州让一让。In the middle， 走吧，来吧，我们来到了霍芬小镇，感觉还是白天呢，景色不错，但是已经晚上十点多了，来看外面景色。我们这会是十点多 check in， 然后我们从冰川上下来之后，周围完全没有任何餐馆。然后这个镇子上餐馆也全部九点关门，但是我今天太有先见之明了，我们出发前去超市，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小杯面还挺可爱的，我就买了两桶，然后我们现在包里还有一点点苹果，然后还有点小面包，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就吃这个东西。还有酸奶，我还有饼干。嗯，今晚就是这么可怜，哈哈哈，吃吧，吃。今天是第几天啊，我都有点不太记得了。然后我们这会儿在加油站加一个油，嗯，今天就一直从冰岛的东南部往东面开。这样的酒店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房子吧。哦，哇，它这个浴室好好啊！好，这个怎么样？我记得当时我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浴室订了这个。可以的。哎呀，到了酒店，先来一碗方便面。没有什么比一碗方便面更让人舒服的了。是的。你还有，我以后出去玩我就随身拿着一箱方便面，我看见路人了我就兜售，我就半夜十点在酒店外面的门口等着 check in， 留你 noodles。 今天的行程就是比较的惬意，我们这会儿已经开到了酒店，然后今天的风景就其实是一路上的那个东峡湾风景。你怎么把昨天的晚餐提前吃了？等于是从昨天的开始到现在没有吃饱。哼，你怎么还想起喝金汤力了？我刚刚看到他，我那会儿其实想点来着，然后我刚刚看到他端了一杯这个过去，我就说那我喝一喝。看我的，冰岛当地的啤酒。OK， 这个是外面的景，我们的兰州风情线，黄河风情线。他点的是羊肉。我这是那个奔跑的小羊，行不行？这是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我现在都不想吃羊肉了，小羊太可爱了。Thank you。它这个鱼这样一起都会流油哎。慢，我们的甜点来了。Yeah, ice cream mocha， 你还是 try 一下。